有丝毫怀疑。我们认真努力依照经典来修学，可以去。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种种示现，我们要记住，要学习，是好事啊，能忍。什么事情通通都能忍，学着什么？学着一生不发脾气，学着一生没有怨恨，大乘教里面所谓的常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，就从这儿来的。人要不能忍，怎么会有欢喜心？怎么可能有法喜充满？啊，连孔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喜悦也是从忍辱当中得来的。啊，不能忍，哪来的忍辱？喜悦啊，所以忍辱不是苦受，是乐受啊，这是绝对肯定的。